111学年度文昌国小校庆运动会热闹登场，全校师生都准备了精彩活动，展现出学校的活力，来与社区民众联系情谊，一起同乐，更透过活动带动地方上运动风气。今天我们办理我们校庆运动会，那透过我们办理运动会，我们汇集我们社区还有我们学校全校的师生一起来参与，那借此呢汇集社区的感情还有我们学校的联谊，那也推动我们社区还有学校的运动风气。仙女吴瑞芳也专程出席活动，肯定文昌国小办理运动会的用心，祝福活动圆满成功，勉励孩子要多运动，强健体魄的同时也能对学习成长带来更好的效益。还有呢，运动锻炼好身体可以刺激我们的脑力对我们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小朋友要多运动把身体锻炼好的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呢，希望公今天的运动会能够圆满成功，运动会大家小朋友能够有很好的表现。另外，对于文昌国小多年来办学的用心，吴议员更是肯定，期许在校方的带领下，孩子们能有更好的成长，日后也能为社会来做服务。可以来参加文昌国小运动会我们文昌国小这么好的环境在校长还有老师的认真指导之下我们学生到外面去的话表现优越，所以呢我们很感谢，所以呢希望学生们能够认真的学习以后做有用的人。议长何胜峰肯定文昌国小常年在地方上教育工作所做的贡献，也祝福学校校运昌隆，期许在教职员团队的持续努力下，能带领孩子有更好的学习成效，迈向美好的未来。记者卢玉凯陆谷采访报道。